对，那眼睛不行啊，你刚刚说不到，哎，你刚刚说是太阳，你说我假如我今天要跟你打官司，我跟你讲，您说这袁清花，对吧？一看看，情况下就报仇了，基本上。你这这叫一个坏，可能时间长了。我给您看了啊，您这件东西啊，新的，为什么新的？你想说我背了150年的老家，我祖传的新的，而且是纯新的啊，纯新的，纯新的，纯新的。新的啊，你讲我听听。我给你讲讲 啊，我给你讲讲。哎，讲。这上这青花呀，不符合苏麻离青料。啊，这上这青花这个颜色不符合当时的苏麻离青料，为什么？因为这就是现在的这种骨料。你怎么不看瓶子啊？你那个放大镜看看，仔细看看。我给您看了。几百年了，你怎么像什么？怎么不是青花色？这个不符。这显出来这个包浆才出来的。而且体锈斑。哪儿能没有看体锈斑？您这体锈斑，这个做上去的啊？真正的原青花体锈斑不是这样。今天我给你看那个，你说是正；今天我给你听了，你是假。你是两次嘛，两年了，去年你记得吧？我去年我知道您来过。怎么没来过？您拿一个那个独角兽。啊？去年您拿一个独角兽。今年不是这袁金花双龙也是真的，应该。你就说我假的，你是正，我就不跟你谈了。因为今年以后我在上海，我是本地人，所以我就你讲个故事，请你讲个听听是什么意思，这个人。哪个？对，我跟您说啊，您这是一眼假。假的，您这是特别假。假什么呢？而且绘画这个人物也不符合这个袁金花的人物。为什么？我不懂啊。您是你？您看啊，这个风格是什么呢？是明代空白期的风格。这是云纹，叫弹簧云。弹簧云包括画的人物。是云吗？这种弹簧云啊，还有这种仙风道骨的人物，是明代空白期的这种绘画风格。所以这跟袁金花没关系。这是什么瓶子？你讲过听一个。哪个？这个？臆造。啊？臆造。什么瓶子？臆造。什么叫臆造？臆造。啊？臆造。臆造。这是什么瓶子？你瓶子？这个瓶子是臆造，就没有这个。钻头瓶，叫钻头灯。蒜道、福道，看吗？这两个符，标准的大盖大开门的浅瓶，结果你是假的。我看你人也是假的，我跟你讲。您这个是纯新的。两年去年的也是，我见两个是真的，也是我假的。那我昨天看见了一个人。那就我戴眼镜的，哎，朋友来过来，你说我假的，我今天要跟你打官司，我跟你讲，您我花了8年了啊，你们全说我假的，我穿了一个真的，我家里还有个呢，销毁腋下最原年元代的，也是真的，讲你不相信了，家里老的多了，他说我假的，看到吗？我说你把我来了，他肯定说我假的，真的也可能是假的，所以你们这个假的嘛，说来钱来的就快了，是不？啊，这么着，他讲的清楚，讲的清楚。这么着吧，嗯，我讲清楚了，这个不符合这个苏麻离青料，也不是那个铁锈斑。这个故事情节是什么？而且您刚才叫我说这器型，情节什么意思？这个器型就是臆造，您讲一下器型。臆造，臆造啊！你讲个故事情节，讲个什么意思？哪个？这是什么画的？这个，这是一个太阳啊！看到，看到吧？打文案的，这种人还做专家了，是吧？我不管啊，如果危险啊！你们专家讲危险，他都没讲出来啊！今年农历年前是这样，今天到过来，啊，他说是太阳，哎，是太阳吗？月亮晚上，看，看吧，周五半夜，这是醉汉，应该不是，没有摔过。我讲了讲啊，你这是月亮，月亮不是太阳啊。我讲啊，您说是月亮，好吧？我这是钱，白钻。您说这是月亮？月亮，月亮白月，看到吧？提醒白月，侍女提醒白月，白裙汉，醉汉在这里，晓得吧？在过去情节的，家里花上米要156万。什么156万？这个花的是元青花呀。您花156万买的？不对，小鲁，祖传的，看到吧？啊，这是假的吗？这么轻呢？这就是假的。啊？这就是假的。好，你写个把书写下来，你说我假的啊？我们有直播。而且这个，我跟您说啊，还是说假的什么呢？
一点争议都没有，毫无争议的假。假的什么叫你讲啊？哪儿都不对。这个旗袍是假的吗？眼睛看一下，你放大镜看，哪个是真的？哪个是真的？哪个就是真的是吧？啊，这个那旗袍是真的了。这是谁的东西？这是？啊？这是您的吗？他的，我跟你说。他的，别给人鉴定。哎，你这是什么？到时候你给人拆了怎么办呀？你们一起的吗？不是，您拿好您的这个，你先拿回去，一会儿给你拆了。您拿好。这电气包的是假的吗？你真的瓶子什么样子知道吧？哪个？这个真的假的？我没气包就真的了，这意思吧？你瞎吹错了你。我跟你说，前台赚了多少钱？那个是真的假的？几十万把你们赚去了。你拿过来，把那个。来，我跟你说，先把那票拿过来。这什么瓶子？也给一张。啊。看完了吧，这件也是假的。怎么样？他什么工作的？我这个旗袍，我这个旗袍也是假的，这个不叫旗袍也是假的。你拿这笔，怎么是真的？我跟你说，你拿这笔，我想起来了，这是假的。我问你，这个是手工做的还是什么做的？来，手工的，手工我要这件也是新的。什么厂的？你说你拿这个要当样子，你就误导了。这件也是纯新的，纯新的。他拿你这当样，你这个也是新的。中正才的，中正。来，给大家看看啊，这件是仿什么的？仿十七世纪的，仿那个明管期至这个，实际上它是仿那个崇祯风格的，这是仿品，这是新的。你还拿它当样子，这就是纯新的，这个是。我小时候就是假的，他这个这是假的，你拿它。你旗袍是假的，我这个旗袍也是假的。这件本来就是新的，你还拿它当样子。什么这件？这个也是纯新的。我叫他讲，你不要进来到这里才是假的，他不要来，一样的，是吧？这个是假的吗？是假的是吧？假的。啊，这个呢也是假的。假的。这个旗袍也是假的，我自己做出来的，寄给你了。你这个纯新的。新的哪里？哪儿都不对，来看。这也不对，对吧？这旗袍我自己抠下来的，对吧？旗袍。我跟你说，你不要因为有气泡就变成假的。你眼睛戴着仔细看，画了多好，很精致的啊，这个东西啊。纯新的，我有资料的，他，我跟你讲，纯新的。你看这个像素，这个造型都没有这造型啊，这个造型都没有这造型，没这造型啊，没这个造型，为什么？器型都不对。器吗？不正样造型多有啊。啊，这没有元代没有这器型。那也讲到元代没这个器型了嘛？对。当时是太阳。现在虽然不是对的，那讲的指导还是专家嘛？你们别商量啊，要钱别给别人的，花钱，我老亏了八年了啊！我跟你讲，这个地方不算账，真的都是假的，知道吧？我跟你讲啊，你是假的，好，你这样吧，你都写下来，如果假的，好吗？假的，好，可以，你别以为，谢谢。我会找你。我跟您说，您玩八年呀，也都玩的全是不对路子。不是玩了八年，是吧？鉴定给你八年，把你骗了八年了，我想想，我有些不懂啊，假的，真的，我也这么着。您玩了八年，太狗假的了。他说的是鉴定了八年就没有一点真的啊，您鉴定了八年都没有一点真的，对吧？啊。一位老师看错了，这么多老师不可能都看错呀。什么？假设一位老师看错了，你这错在什么地方？你要讲个清楚。哪儿都不对。假在什么地方？我跟你说，釉面做旧了，气泡，这个铁锈斑也是假的。铁锈斑是我们刚说出来的，是吧？哪个？刚说出来的铁锈斑。这个是做旧做上的。做出来了，你那眼睛不行啊。你刚刚说不到，哎，你刚刚说是太阳。那妈的，不对了，他们太阳啊，这是好多专家啊。我跟你讲，那就月亮嘛，太阳，我这个不那么像人嘛，我那一张木镜的哈，胎纸特别干涩，跟麻藏土一分关系都没有。假的啊，假的。我打个110。这个造型都不对，8-9万都能骗你。玩八年了没有玩真的，你非得说，你去到家去看吗？真的那几个人，你全都是假的，我跟你讲，你太伤人了，我跟你讲，你那个欺诈行为，我跟你讲。要不您先到边上报警吧，我们先切定了。
要不您先在旁边等一下。那个你们出来听，我真的真假的，看到吗？您先在旁边等一下。您还有其他的吗？啊，那。来，把您那点捅平，我给您看看。来，来，我给您看了。看里面不是？我跟您说啊，他刚才这点假，拿您这笔吧，实际上他拿您当样，您这就是新的。这件都是新的，我这不能误导您。哎，他那里面不是？我跟您说啊，这是仿崇祯的。仿崇祯啊？仿崇祯的。他拿的这个，这本来就是仿品。这就是仿品。对。做的也生动的，跟那个师傅一样漂亮，漂亮啊！做的也多，也逼真的，好吧？新的啊？新的，新的，以后多注意。这种东西现在仿的都不到位，就这件啊，仿的不到位。对，他那个胎纸不是蛮松的吗？啊，这个胎纸啊，实际上不符合当时的那种胎土，干涩。听我的，我不会误导你。以前的胎纸怎么蛮松的？它不是松的吗？干涩，干涩，干涩。新的啊，就这件都是新的，所以说他还拿这当样子。他不是当样子，他刚才他叫对比一下他。对，这是纯新的，这个也是纯。就这个啊，现在我们直播间的藏友，你现在在那个某那个淘什么，马上能淘出来一个来。你现在叫什么什么淘，能淘出来？现在叫什么？叫什么多多呀，还是什么呀？啊，这个也新的，新的这个。我不敢看，我有。啊，那个是仿什么？仿崇祯的。仿有崇祯，崇祯是崇祯。是不是比较低级的仿品？这就是野心，这都是工艺。这些刺出来的是什么呀？啊，就是这点点，这点点是这个做的这种铁锈斑。铁锈斑不是红色吗？啊，铁锈斑不是应该红色的吗？铁锈斑不是，铁锈斑是黑颜色的，是做上去的。做上去的，这都是野心。看看那个太阳月亮是什么？哎呀，他说这个太阳月亮。这个跟真假无关系啊，也许是说啥都行。这个什么呢？你看啊，一般我们说携金访友，携金访友肯定都是白天啊，这是太阳，尤其是这个他非得说月亮，其实你说太阳月亮有什么区别呀？啊，本来这种画片就不是一个传统画片啊。你看这个太阳多干，这一眼心的，这一眼心的没有争议。先放一边吧，你先往后继续鉴定吧。啊，先放一边，后面还有好多人呢。啊，行吧。先放旁边的。好吧。放我这儿吧。我们下一个吧。来下一个。哎，把他那个拉一下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